饭堂有给我那个序号，很感谢。今天来换一下，差点忘记。哪来换序号？等一下，哎，序号在哪？这边吗？对。早安，现在恭喜投降。这个是零吗？好像是零，零，应该是零吧？这个 C G 应该是。错误的，为什么？错的呢？是我打错了吗？这真的是有点那个哎、欸，这是零吗？还是 O 啊？怎么办？我手好肥哦。这个应该是雪碧的，对不对？糟糕，我不会用哎、欸。不会，真的，应该是 O 吧？可是 O 很肥耶、欸，我觉得应该是零。等我一下，应该是零吧？我其实有点近视，可是这近视有点深哦、喔。错误的哎、欸，是画完了吗？好吧，算了，换下一个好了。眼睛也不用。他好像没办法用贴上。应该很少人去买这些东西吧，反正每次都抽到那个体验卡。看到这眼睛都干了，是不是？不玩就来那个。啥？三天兔兔？好像也是可以啦，反正大家都知道结果是这样。如果我还是很想要试试看你另外一个、欸，算了，我棺材再用好了。好，总之换到兔兔，虽然我好像还没有兔兔。先赶快打完，赶快来打排位。我想赶快上，我就觉得昨天，其实我昨天连胜，我就会觉得很想继续打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零，是 O， 不是零，换 O 吗？我看一下，是哦，要再眼瞎一次了。上次也是这样啊，只是还是卡了一阵。我只是觉得单排是一种爱与恨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队友凯瑞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哦很爽啊；队友不凯瑞的时候，你就是。是 O 吗？哎呦，真的！这个是什么？是永久的意思吗？这是永这是永久的意思吗？这个是永久的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体验？这样这个是这样是什么？是永久是永久的吗？我刚刚有点讶异耶。是永久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去确认一次。要去哪里看？哎、欸，我没有在包包，它是不是在我那个里面了？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摸到，好糗！我已经好多没有角色，然后有造型。我有吗？好像没有啊。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是不能这样看，我刚有点错愕，因为刚刚不是有体验吗？我是要来这里看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有的意思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是吗？到底怎样？啊，我到底有没有？不是啊，我到底有没有？什么？要去信箱领是不是？去信箱是不是？哦，我在，我是偷腰。哦，难怪我想到我刚刚怎么没有偷偷。哇！太厉害了，谢谢饭堂。
而且没有人偷偷帮我输入序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说是耶、yeah, 虽然我没有玩莫拉，还蛮开心的。这个其实好像还蛮帅的，对，蛮多人觉得不错。我怎么那么狗屎运？狗屎运，突然有点开心，今天的心情突然顿时很好。我看一下在哪，在哪？让我看一下，虽然我没有在哪，在后面哦，有。开心哦！你看我真的没角色，我真的没有角色。哎、欸，幻堂没来吗？感恩哦，真的是感恩。哎、欸，大家还记得我有一阵子不是也是在狂买奶茶嘛？然后我一直喝，买了十几瓶回家，靠腰，每天都在跟大家那边输入那个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，别人给了一下就中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还是要点就算了，这个不好试，因为你知道。每一次都觉得靠腰，每次都是体验卡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？我常常在喝那种收集的东西，就知道，嗯，这是没事。